大家好，很高兴接受郭毅的邀请。我们现在是在颐和园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风和日丽。我呢和郭毅还有大提琴家邓佐准备搞一个合作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，因为我们现在三个人吧身处不同的地方，美国、英国和中国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在电影剧团工作，我们那个时候吧演出都在剧院或者是音乐厅，在这种环境下演出还是很少的。郭毅他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音乐和这个美景融合成一体，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享受。谢谢大家。Okay, OK， 我今天什么也不说了，此处无声胜有声，开始。